哇，对对对，今天看到小红书、Facebook、YouTube 的朋友，《圣道日报》有讲到翟于冲，这里磁带大王陈秉志，就是这个七层高的创立大厦。七层高，他不是卖了七层啊，是卖了地产，一楼、二楼、三层的楼面面积大概27000多尺了，卖了1.89亿，实货20年，升值了7.9倍，包括什么呢？包括这个 auto beauty 了，楼上一楼、二楼这个地下的入口，爆点潮人 subway， 再走过去，我现在站在就北角的七姊妹道，右手边走过去，这一条叫做模范里，那个就是翟于冲的港铁站，在这个位置呢是很好的。左手边就是英皇道，这里就是 AIA 的香港大楼了，转过来就是这个创立大厦，那好近这个翟于冲的港铁站，是这个七层高的工厂大厦，这次交易报过是 1.89 亿卖了地产一楼跟二楼啊。那香港磁带大王就是陈秉志，雇了卖了磁货20年，升值7.9倍，楼面平均的车价就是10460块港币。好了，恭喜买家，恭喜陈秉志，也蛮就是掏钱掏钱啊，那更好了。记得在香港买铺租铺，找我深富江西基金创办人李根信买上铺基金。现在可能有新的投资移民计划，30年中开始的话，应该我们基金可能也包括在内啊，我们在研究中。谢谢谢谢。